世足赛踢着正火热，屏东有一间五星级的饭店，不但敢搭运动风推出了南美料理，今天还派出领有员工证的金刚鹦鹉，要来预测到底是阿根廷还是德国会拿下冠军。搭上世足乐，肯丁酒饭店业者端出了巴西的鹦鹉哥和鹦鹉姐，利用啄食射门的方式，要来预测世足的冠军队伍。还蛮新鲜的。除了巴西鹦鹉之外，另外一家饭店业者也请来房客大玩世足预测，究竟阿根廷和德国谁来这一冠，民众早就心有所属。当然是100%是他，不然怎么会很有信心？不然怎么会7-1把巴西踢走？德国加油！搭上全民风世足，冠亚军赛也如火如荼在进行。比赛还没开打，全球球迷早就看准心有所属的球队。不管是鹦鹉预测还是球迷预测，准确率到底高不高，都要等到冠亚军赛才能解答。但比赛开打前夕，早就话题十足。记者马玉文、吴国正 SNG 小组屏东报道。